话依间屋咧最大嘅 features 咧就系佢个地板 ，OK？ 咁究竟有几大呢？咁我哋而家身处依间屋嘅位置咧系有 1.07 个 acre 嘅，即系大于46,000尺嘅地方，周围都系可以泊车嘅地方，真系唔系夸张讲句，我觉得30-40部车泊入嚟系完全冇问题噶，双大木门。你又會唔會覺得你而家置身喺荷里活70-80年代嗰種豪宅呢？如果你有擁有好多部車啦，咁依一個地方咧就超級適合你啦。依啲地咧其實係已經 landscape 曬噶啦。因為我曾經都熱愛運動，所以我見到依個咁嘅私人網球場咧，我真係忍唔住咧大顯身手啊！超級大嘅 storage。依一個倉咧就大約有1,900多尺啦，可以咧將依度咧劃分成為 ADU， 咁我就見到依一個好大嘅潛力。間屋咧就都幾大噶嚇，佢係有總共有5間房、4個廁所、4,500多尺。我好能夠感受嗰種寫意同埋舒適，會揾到一間屋係日出你又見到，日落你又見到，真係無敵。